跟你罪大恶极的爹一样！住手！住手！住手！关你什么事儿？胆儿挺大呀你！敢在这儿打人，我是检察官，你再打人，我马上报警拘留你，我已经拍照取证了。别别别！他是我老公，我们是一家子。你为什么打他？你们打！从始至终都说他是孤儿。 没想到你有一个奸杀幼女的父亲，要不是我悄悄跟着你，我还蒙在鼓里呢。他还藏着私房钱，年年到这来看他罪大恶极的亲爹，脏死了你！干什么你？往后退！不害怕，不害怕，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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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说了，他爹犯了罪，跟他有什么关系？呸！脏死了，跟你奸杀幼女的爹一样脏，天天神经兮兮的。要不是我关照你，谁理你啊？报！他经常打你吗？没有，没有。这是三年前我在峰山调研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一直忘不了那哀怨的眼神，有无助，有戒备，更有怨恨。出于职业的敏感，我调查了这个女人的情况。她的父亲叫王顺，是一起恶性奸杀幼女案的凶手，正在峰山监狱服刑。令人奇怪的是，案犯本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却最终改判死缓，原因不得而知。从那以后，那女人哀怨的眼神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可惜我不懂读瞳，无法洞知女人眼神背后的秘密。而读瞳正是我的同事方大庆的看家本领。你转业到市政府前，在部队里边曾立过三等功四次，二等功一次，从一个新兵升到副团职，你只用了11年，这要比你的战友至少快了5、6年。你从一个正科级升到正处级，市政府采购办主任，也只用了3年，可见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谢谢你的夸奖。之前我们怀疑你手下的会计是你的情人兼同伙，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查错了，其实你手下那个出纳才是你的情人兼你的贪污同伙。你猜错了，我没有情人。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别介意。那我就把之前的话给收回来，你手下那个会计，长得非常漂亮的那个会计，仍然是你的情人接你贪污的同伙。你不要胡说好吗？谢谢你告诉我答案，我现在可以确定会计就是你的情人接你贪污的同伙。马上行动。你们干什么？方局，你是怎么知道会计和严刚
既是情人又是同伙的关系啊。毒童啊。毒童？这可是我调到咱们反贪一年半第一次见你毒童，你就仔细给我讲讲，这可是我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其实毒童啊，大部分读的是微表情和微动作，这些呢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最短的呢只有25/1秒。虽然这些微表情和微动作十分的短，但是却能反映出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当我说出纳是他的情人的时候呢，他的左嘴角微微的上扬了一下，尤其要注意是左嘴角微微上扬，这就表示他内心窃喜，因为我判断失误而窃喜。那左嘴角和右嘴角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人左脸的表情和右脸的表情区别很大，因为左半边脸是靠大脑的右半球支配的，而大脑右半球呢不用通过语言等媒介直接和外界联系，所以左脸的表情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最真实。人右脸的表情呢往往是经过伪装或者修饰才做出来的。你看，当我大声说会计才是你的情人兼同伙的时候，他的微动作呢是手指微微颤动，肩膀微微耸动，这个微动作呢说明他在说谎，通过这个就迫使我的判断。紧跟着呢我使出了最后一招，我大声地跟他说，我认为快递就是你的情人兼同伙，马上采取行动。这时候他的微表情是瞳孔放大，眉头紧皱，鼻子微耸。综合他最后所有的微表情，表现他内心的想法只有两个词，愤怒和惊愕。我感觉我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现在周金南他们呢已经去快递他们家搜索，我相信会有收获。喂，好，太好了，辛苦了辛苦了，我立即汇报。果然不出所料，京南他们在会计家里搜出大量的赃款和黄金等物品，而且他还亲口承认跟采购部主任严刚的情人关系。严刚虽然不是特别聪明，但对我很忠心，这一点我有把握。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就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一点不怀疑严刚对你的忠诚，可是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变的动物。严刚和他的会计能坚持4-5天，可是能顶得了10天半个月吗？放心吧，金总，我提前做了几道包裹墙，就算他跟会计嘴不严实咬出来我，也没事儿。未必吧，方局啊，我手上有一张采购单子，是在市政府的采购部的保险柜找到的。这单子有一组数字，我总感觉好像隐藏了什么。你念一下这些数字：30、14+1、18、99、64+2。这些数字都能除以3，即使不能除掉的。加上后边的数字也可以除了，我看看。这个呀，是他们侵吞采购款的证据，而且呀，平分这个采购款的应该是3个人，除了会计和严刚，还有谁啊？另外一个人嫌疑最大的就是主管采购中心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刘海勇。金总，我追随您这么多年，您是知道我的，我做事一向谨慎小心，唯一不利我的一张支票昨天已经被我抽掉了，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贪污。你是我看着成长的，我拿你当半个儿子，我是不希望你有什么把柄捏在人手里头，所以我提醒你，人多的地方就别去了，不该吃的饭别吃，言多语失。老领导，您的提醒我时刻铭记在心。你确定除了你抽走那张支票之外就没有什么证据在别人手里了吗？我确定。
这刘海勇真是百密一疏啊！他虽然抽掉了这一页的支票，但是没毁掉按压到下一页支票上面的痕迹。刘海勇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哎，立刻对他采取措施。单凭这个就能判断刘海勇贪污受贿，这个力度肯定是不够。而且他现在呢，是人大代表，又是厅局级干部，那可怎么办？这样，一边监视刘海勇，一边向上级汇报。哎，郡主，哎，出去。红旗路爆炸案今天开庭。哦，哎，我顺便跟你说一下啊，下周三师傅的忌日，我托朋友呢从云南寄过来一箱师傅生前最爱喝的包谷米酒，你就不用买了。我爸每年忌日，你比我还伤心。那是我恩师，我能不记着吗？你去吧，我还有事儿啊。嗯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啊，真没有。这您说的我有点懵，您提醒我一下。你啊，确实很年轻优秀。这么小的年纪，就当了副秘书长。这么重的职位，早晚要进常委。仕途顺了，就有点自大是吧？领导，到底什么事儿？您提醒提醒我。记录爆炸案，你干的吧？啊，快说！老领导，您别生气。柳平的确是我让我那个表弟赵翔炸死的，但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事，我都没脸跟您说。你跟我说，我还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可是你呢，藏着掖着不跟我说，结果呢，少夏马上就要判决，你就真相信他在法庭上不会乱说？老领导，前前后后的事我都安排好了，我这个表弟我很清楚，放心吧。被告人赵夏于2013年11月17日，在燕都市红旗路鸿雁商场附近，使用私自制作的遥控爆炸装置，以爆炸的方法将停在路旁小轿车内的柳平当场炸死。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爆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下面请公诉人出示证据。爆炸现场提取的炸药残留物。燕都市红发汽修厂业主刘伟清帮助赵夏制造遥控爆炸装置的铣床等制作工具。赵夏进行遥控爆炸装置实验的场所，燕都市西郊小树林的现场照片和提取物。还有王辉涛和刘伟清等人的证言证词，柳平所驾驶的汽车被炸后的鉴定意见书。你也太蠢了，红旗路这么热闹的地方你也敢行凶？地点不是我选的，我本来选择在市郊，可柳平连续几天都不出市里，我那个表弟脑子又缺根弦，没稳住在红旗路的眼报，传得沸沸扬扬，全国都知道了，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不过您放心，他身后的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是那句话，人是最不可靠的动物，尤其是面对死亡的时候。被告人，你对公诉人的指控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没什么要说的。老领导，您就放心吧，明的暗的软的硬的我都用了，我给了他们家三代人一辈子挣不到也花不完的钱，我还把他儿子送到了北京读书，有专人伺候。他应该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为家人，他也该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本院认为赵夏在城市交通要道采用爆炸方法杀害他人，社会危害性极大，其行为已构成爆炸罪，应依法惩处。燕都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指控被告人赵夏犯爆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根据被告人赵夏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对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赵夏犯爆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燕都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全体坐下。现在闭庭，把被告人带下去。夏署长，公安局的同志刚送来一份重要的材料，你们即将公诉的李瑞军杀人案又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除了那两起命案，他又交代了18年前在峰山市奸杀了一名幼女，请你速回院里。这是公安刚刚移交过来的李瑞军第三起命案的材料，你看看。前两起命案李瑞军已经交代的相当详细了，但是这起含糊其辞，也不排除他自己知道死罪难逃，所以信口雌黄，阻碍我们办案的进展。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既然有这样的发现，我们还是要尽量查清楚。我建议对李瑞军前两起命案暂缓起诉，我立马调查取证，看这三起案件能否并案。我们是燕都市检察分院的工作人员，你涉嫌杀害游移穆菊香两起案子已经移送我院审查起诉，今天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在公安机关交代的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今天都可以补充更正，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听清楚了吗？姓名？李瑞军。性别？男的。年龄？45。籍贯？河北沧州。你伤害患有精神障碍女孩游移的时间？2008年6月23日。这个日期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跟我老婆离婚就是2008年6月23日。杀害的具体经过？那个小孩那天坐我车去他姥姥家，我在路上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觉得他好像脑子有问题。走到文松岭那儿呢，我一看挺背的，我就把他给强奸了。后来呢，他说他要把事告诉他妈，还挠我抓我，我一气之下给他杀了。
抛尸地点。温良河。具体一点。温良河北辰庄最南那一段。你涉嫌杀害失足妇女穆菊香，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我跟他好了半年，花了那么多钱。后来呢？后来我没钱花了，我找他要点钱，他不光不给我，还给我耍泼。回来了。你这一天天光喝酒，啥也不干。我干什么呀？给点钱花呗，是吧？没有。啊？没有。管女人要钱，你算个男人吗？吃软饭不害臊，一边去！我去喊人了。哎，扒拉什么呀？扒拉。你扒拉！男人呀！救命啊！啊！就你扒拉！我拿锤子就把他给砸死了。后来呢？后来我把他拖到床上，盖上被子，天黑之后我就把他拖到郊外给处理了。抛尸地点？李仁庄垃圾处理站旁边的那个废弃工地上。94年，你在峰山市杀害过一个小女孩，把这个过程详细描述一下。没有啊，没有这回事儿。在公安机关的两次询问笔录当中，都有显示你亲口承认，18年前你在峰山市杀害过一个小女孩，现在怎么否认了？啊，那是我信口胡说的。开黑车几年了？6、7年了。之前干什么的？在峰山市的一个农贸市场开摩的。你住的地方离峰山市那么远，你开摩的来回一趟最起码得2个小时，拉脚的钱还不够油钱呢，你怎么解释？我没撒谎，我在那边租的房子，不信你问去啊。租房的具体地址？峰山市向阳屯胡同3A20。再说一遍，地址再说一遍。峰山市向阳屯胡同3A20。怎么了？没想到你有一个奸杀幼女的父亲，他还藏了私房钱，年年到这来看着罪大恶极的亲爹，脏死了。综合各方面的线索，我觉得18年前的那起奸杀幼女案似乎另有隐情。此刻我似乎明白了王顺女儿的眼神为什么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目光中隐含着对判决的质疑，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她仿佛在召唤我去揭示真相，还当事人以清白和尊严。赵姐，我之前看过王顺奸杀幼女案的卷宗，对3A20这个数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胡同用3A来标识的很少见。当时我在政法委工作，对这个案子有印象，记得是公安部督办的，很多报纸都做了报道，记得最后是判了个死缓，对吧？是的，在卷宗里王顺的口供里边他提到过，
当年有一个叫李瑞军的人租过他的房子，但是在案发后，这个李瑞军就离奇失踪了，一直都没有找到。而现在这个李瑞军说，18年前他在峰山市向阳屯农贸市场开摩的的时候，租的就是3A20，也就是案发地点。这两个李瑞军就是同一个人。就算这个李瑞军不是真凶，他跟王顺案也有关系。继续说。现场勘查笔录也有疑点，笔录里说案发现场其实有两个人的痕迹，一个是王顺的，另一个一直没有找到。如果我的推断成立的话，那18年前峰山市那起奸杀幼女案很有可能没有查透。96年严打强奸幼女，故意杀人，这两个罪名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够得上枪毙的。结果到后来只判了个死缓，后来改判20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要么是证据上有瑕疵，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赵姐，我们院能直接介入此案吗？这案子时间过去太久了，这个案子是当年政法系统办的铁案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是峰山市检察院承办的跨区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也知道这个案子难度很大，但是有错必究，绝不护短，维护公平正义，这不仅是我们做检察官的职责，更是要对得起我们做人的良心，对吧？您说的太好了，说的我热血沸腾的。哎呦，咱们院里谁不知道这是你夏定如的口头禅呢？谁说的？我说不了这么好。不管怎么样，10多年来咱们院的纠错案不都是你争取和承办的吗？现在更好了，管得更宽了。管得更宽了。那我这是能查还是不能查呢？你呀，先别心急，我们还是先跟峰山方面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好的。喂，金叔。小茹啊，下周三是你爸的忌日，我把时间调好了，咱们早点去啊。就8点半。10点半我还得接待一个柬埔寨的华商商会。你爸爸喜欢清静，就别让太多人去了。你妈腿脚不好，你别让她去了。一定要通知方大庆，他可是你爸爸的得意门生啊。好，就这样啊。我知道了，再见您说。不是说好5点半接我的吗？你到现在才来，你知不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急什么呀？谁时间不宝贵啊？塞车，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能到就不错了。今天过得咋样啊？老样子呗，一堆案子要解决。你呢？我啊。今天部里来了2位领导调研，是我接待的。领导对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说我是个青年才俊。哎，你说都已经过40的人了，还青年的啊？领导随便夸你两句，你看你那得意忘形的样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跟领导一样啊，夸夸我呢？夸夸我就那么难？领导都夸你了，我还夸你干嘛呀？刚学校门口跟你说话那女的谁啊？啊，那是我学生啊，叫陆立青，已经毕业了，现在干律师，挺聪明的，
经常回学校来找我，跟我探讨法律上的问题，对我嘛还是很敬仰的。嗯，我那么远都看出敬仰来了，应该确实是挺敬仰的。我跟你说啊，我和任何女性的交往只局限在工作上，绝不会有绯闻，不会对你这十家公司人的形象产生任何的破坏，你放心吧，这是我的原则。我这没说什么呀，你就着急跟我解释表白的，我倒觉得有点问题了。你到底还能不能好好说话呢？我说个东你就非得说个西。行行行，我错了还不行吗？你还动不动就急，你这说话真是。行了，换个话题。兄弟，你说现在有几点了？应该还不到六点吧。天亮了，我也该上路了。小娜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有啥舍得舍不得的？你干的那个事儿，他就是杀头的大罪，你还真下得去手？你跟那女的有多大的仇恨啊？你连炸药都用上了。我以为我能安全逃掉，结果被抓了。我以为他能把我捞出来，结果我被判了，还是死刑。你说的那个他是谁啊？兄弟，你不会是给人顶缸的吧？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以为的事情多了去了，关键是能不能落实啊。你真以为他能照顾好你的家人？人死了，一了百了，鬼才知道以后的事情呢。进来。小卓，封山市那边回信了。怎么说的？封山市监狱说了，十八年前奸杀幼女案的凶手王顺就在监狱服刑呢。嗯，你接着说。他们现在这帮杀人犯都学贼了，随便编几个命案，咱们就得设法取证，他们接受法律制裁就得脱后。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我只是有点担心，李瑞军身上这两起命案足够判他死刑了。嗯，如果我们现在起诉他，把他送上刑场，万一他是十八年前封山市奸杀幼女的真凶，那替他白白坐了十八年牢的王顺洗清罪名的机会可就更小了。是啊，那怎么着，咱还查去吗？查，就从李瑞军这儿找缺口。看来我得找老方帮个忙了。李瑞军，十八年前封山市那个叫刘红梅的小女孩是不是你杀的？没有啊。公安机关的两次询问笔录上面，你都亲口承认这个女孩是你杀的，上面有你的手印，看见了吗？这个你怎么解释？当时有人打我，我就承认了。询问过程全程录像的，不是你说打你就打你了，明白吗？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我再问你一遍，人是不是你杀的？我没杀人，但是我知道是谁杀的。谁？一个叫王顺的，你们自己查去吧。我们原来住在一块儿，是他无意中说漏的。我猜你是这么想的，你随便吐点什么，我们就得去查，查不清楚呢，就不能因为前面两起命案对你执行死刑。你想用这样的方法让自己多活两天，我猜的对吗？每次呢，你说出他内心企图的时候呢，他的面部是这样的，面颊呢往下拉的感觉，嘴角呢下垂，眉头紧皱，成为一个倒八字，这说明呢，你说中他的内心了，他呢非常不愉快。嗯，还有呢？还有，你看啊，每次你提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呢，他都是腿部在颤抖，身体轻微的摇摆，脚尖不停地拍地，一个人在情绪非常紧张或者内心非常烦躁，至于摆脱某种困境的时候，会表现出这样的微动作。综合他的微表情和微动作，我感觉他就是18年前奸杀幼女的真凶。你确定？八九不离十吧，应该确定。我觉得你吧，除了检察官，真还能干点别的。心理医生吧？摆摊算命。就不能有点好话是不是？什么叫好话？摆摊算命挺难的。不开玩笑。特别谢谢你跟我说这些，真的，虽然不能成为证据，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心里更有底了。嗯，我想我上检委会建议的时候，会更自信。我支持你。你的姓名？赵相。年龄？29岁。籍贯？燕都市江安县。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核准了你的死刑判决，并已下达了对你的死刑执行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赵相，你还有什么遗言或者信札，我们可以替你转交。检察官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统一执行，押赴刑场。我想死，我要坚决，我要解绑。赵夏，你有什么要检举或者揭发的吗？是我表哥让我炸死那个小三儿。我表哥叫刘海勇，是市政府副秘书长。金总，冯准到了。
金总，你找我。赵夏还是没有顶住死亡的恐惧，把刘海勇供出来了。通知他，按照当初我们给他制定的第二套方案办。好，我立刻通知他。一员大将就这么废了。鉴于爆炸罪罪犯赵夏的检举揭发，以及燕都市政府采购班主任严刚的供述，燕都市政府副秘书长刘海勇涉嫌职务犯罪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燕都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反贪局开始收网搜索。情况怎么样？二组跟着的，目标马上进小区了。马上跟二组说，只要目标进小区，让他们把车开走，免得引起目标的注意，咱们接手。二组，二组，目标一进小区，放弃跟踪，由三组接手。哎，赶紧收起来。什么东西？屁股底下。啊，收起来。你这不等着暴露身份吗？三组，三组，报告目标情况。一组，一组，目标上楼了。还有，杨刚招了，你表弟也没扛住，债主就要上门了，你还是避避吧，小心点。喂，国军，人大已经批准了。好，我马上实施抓捕，立刻行动。走。哎，你们两个走楼梯，其他人给我上电梯。走。收到。有人吗？开门！开门！你们去那边看。走。没有发现吗？明明看到警察，走，咱分头仔细找找。方局，哎，怎么样？刘海勇家都搜过了，没发现他。搜索了整个大院楼，都没有发现刘海勇。不可能啊，我们一直监控着呢，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呢？对啊，三组的人亲眼看他进去。走，去小区的监控室看看。
麻烦你把这刘海勇啊回家之后的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之前。好的。没见他出来啊。看看出口和地下车库。保洁员都开宝马。这个人肯定是刘海勇。倒回去看看。咱们得马上赶回去，通过全市的交通监控录像查查这辆宝马车的去向。走。方军，宝马车查到了，车主叫杜小燕，她是刘海勇的小姨子。我知道了。真晨，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摸着你的良心说，我是那种遇到困难就躲的人吗？我还真不好说。你把话说清楚。这还用我说吗？你看王顺不就遇着这么点困难吗？他倒好啊，困难列出一大堆，胜算轻描淡写。你说你这不是见困难躲，这是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下厨。为我？是啊，你是十佳公诉人，又是模范检察官，在全国检察系统都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价值。就像我朋友背了一款包，他凭什么卖一两万？就是因为他是名牌啊，这就是他的品牌价值。再者说，马云，就算他身无分文，很多企业仍然愿意把钱借给他，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活广告。企业不用担心在他身上得不到回报。再者说，夏静茹这三个字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也是咱们院的一张招牌。如果我和你同时辞去了这个工作，一起去律师事务所的话，你的年薪可能是百万，而我的年薪只能是十万二十万。这是为什么？就像是稻草和金条，它能是一样的吗？薇薇，你到底想表达什么？王顺案的困难显而易见，您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趟这趟浑水，我觉得也许你的一世英名会栽到这里，所以现在收手还来得及。错，现在不应该收手。我们的存在就因为困难的存在，我们就应该去解决困难。你怎么就说能收手呢？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下厨和你能一样吗？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庸俗？你才庸俗呢！你还不庸俗？我这叫追求性价比。开会呢，别那么激动啊，有话好好说。你们俩也留点空，给别的同志发表点意见。同志们，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政法学院的几位教授，都是专家学者，来帮我们一起分析一下几个案子。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大家欢迎。关于我们院正式介入王顺案的问题，大家都有什么看法？表个态。根据我的判断，李瑞军有重大嫌疑，王顺强奸杀人案很可能是错案，所以我的意见是咱们院可以介入此案。
直接介入此案。第一，证据不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王顺是冤枉的。第二，时间太久，毕竟这个案子已经18年了，调查取证的难度大家可想而知。第三，人员紧张，这个案子的发生地在丰山，调查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这工作派谁去，这是我的看法。这确实是个问题，毕竟是外院的案子，如果咱们的手伸得过长了，恐怕会引起丰山市司法部门的意见。为了避免矛盾，我看咱们是不是给丰山市公检法发一份公函，请他们复查。如果他们不复查，如果王顺真的是冤枉的，那他的冤情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丰山市不复查，咱们是无法左右了，毕竟咱们院跟他们无隶属关系，而且又都是同一级别。王顺案的疑点已经显现，如果我们顾虑太多，不主动介入，就眼睁睁地看着有可能的冤狱一直持续下去，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师傅，麻烦前面停下车。哎，队长，刘海勇。哼，还改装了，真是够贼的。他的确了解我们这套跟踪系统，每一步都好像策划好了似的，的确很难跟踪。他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对他来说哪有什么秘密可言啊。哎，嗯，怎么回事？那边可能没有录像监控设备。为什么不安装？这不耽误事儿吗？那边实在是太偏僻了。哎，赶紧向郭局汇报，让他发通缉令，还要协查通报。是。说到底，王顺案还是因为李瑞军的供述而引发的，对吧？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李瑞军这个案子上来。嗯。对于李瑞军，大家怎么看？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对他前两起命案向法院提起公诉。谢检是这样的，如果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两起命案有可能他会被判处极刑。如果他被判处极刑，李瑞军死了以后，王顺的案情要翻案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我的建议是，我们院直接介入，通过市院呈报高检院协调复查此案。我还是认为咱们院直接介入此案不妥。赵姐，各位专家，刚才的案子大家都听见了，说说你们怎么看？哎，刘教授，那还是你先说吧。哎呀，高教授，您可是研究冤假错案的专家，在这方面您最具有发言权，还是您说吧，我就别再表态了。这个王顺的案子啊，跟其他类似的案子还是有区别的。众所周知，蛇香林案是因为之前公安机关认定的已经被杀害的妻子竟然回来了，从而导致案情真相大白。张高平叔侄冤案是在驻监检察官张彪的不懈努力下，在张高平叔侄家属不停申诉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从而复查了此案。在整个张高平叔侄案中，除了浙江省检察院复查外，并没有其他异地的检察部门介入。张彪同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只属于检察官职务行为，你们院想以组织行为介入此案，
是很少见的，可以说是开先河的。如果王顺案确系冤假错案，那么势必会涉及到封山市的司法形象，涉及到很多部门，特别是追责的问题。所以说，你们院直接介入，协调两地复查此案，肯定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高教授分析的极为恰当，王顺案的情况还没有十分清晰，还没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支撑，我们院此时此刻介入，我觉得必须要谨慎。谢谢。我看这样吧，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这事儿也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还是先征求其他检委会成员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一个个打起精神来啊，不用垂头丧气的。这刘海勇是个人精，下回啊咱们小心点。再说了，那个通缉令还有协查通报不都发出去了吗？我相信他很快会落网的。啊，回去吧。顾局。哎，大庆，回来了。回来了。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刘海勇啊，的确是个人精。是，咱们下次啊，小心就是。本来以为啊，万无一失呢，没想到啊，还是出了纰漏。不过，这个通缉令还有协查通报都已经发出去了，刘海勇应该跑不了。事情绝非偶然，我想是在人大回复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风声。我也是这么想的。同志们积极性不能打击了，咱们私下里给他们鼓鼓劲儿啊。嗯。我去开会。哎，